而家系咪 live 啊？唔系啊，冇啊。live 咗未啊 ？live 咗啦，系咪啊？系咪 live 咗啊？哦，今日不得了啦！今日咧，即系我谂好多男粉丝咧要揼我啦，因为咧今晚嚟到我呢度嘅咧有两位女神，一位首先等我介绍咧就系我嘅。最好嘅朋友啦，靚女，我就估到係邊個啦。喂，但係有一個真係估唔到，真係估唔到，真係估唔到。佢好想嚟見到你嘅，真㗎？係啊，佢係你粉絲嚟㗎。係喎，真㗎。娘娘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我覺得很幸運和幸福的一晚，因為我。真的又可以见到我的女神了，而且今天晚上是给了我惊喜，我真的不知道慧明姐会来，然后按门铃的时候突然进来，我连我都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，古胎都没有告诉我，对，老人都没有告诉我，我们都不知道，然后我就哇，整个人呆掉，我的女神来了，啊、好紧张，靓女今日俾咗我哋惊喜，好大的惊喜、啊，我专登嚟。探佢又探你㗎，好、啊、歡迎你嚟香港啊！因為咧、我講廣東話 OK 係嘛？因為我身邊好多朋友咧都有追你哋個戲，真好中意你，咁、所以我代表佢哋即係將香港嘅愛送俾你。好嘢，好嘢，謝謝，好感動啊！好嘢，好啦。还有呢，因为前几天我们朋友、女朋友都在讲说，我们有一个人生的榜样就是。周慧敏，慧敏姐，因为前一段她开了演唱会，然后她的那个照片就被流出来，然后大家看到，哇，天哪，她怎么可以永远那么女神？然后我们女朋友就经常会发出慧敏姐的照片，我们一要多吃东西，他们就说，你还想吃吗？你想不想以后跟她一样？所以你一定要控制，好好保养。所以你现在是我们所有女生的那种楷模，榜样，榜样，嗯。不好意思，谢谢你的赞美，是真心的，但是要永远保持青春，要吃这个，真是保持。我们不是打广告，我们不是打广告，对，我们不是打广告。哎，盒子呢？我们真的不是打广告，不是打广告的，不要误会。OK， 咁我哋嚟到 live 嘅最后啦，好冇？短短地，可唔可以秦岚，你係咪準備你識一隻廣東歌㗎？我聽過你唱好好聽嘅，好好聽嘅。沒有啦，你這樣講我很緊張，我心裡很忐忑，你要幹嘛？你唱幾句歌。準備啦，準備啦，我知道你會唱那首的，準備三二一。不要繼續多情去做夢。好犀利啊！好感動啊！佢真係你粉絲嚟噶，我好感動啊！太愛你啦，sorry 我用嘅名字，慧敏姐，打埋你。好啦，谢谢，咁我们在这里祝福大家，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。